你好，我的女儿名 Sophia Mittenreason，我的学先生 H19809 学生，今天我在帮妈妈做家务，做完作业我和妈妈去青菜买肉、鸡肉和蔬菜。今天我妈妈和我将做家务费和冰柠檬水来开晒。在超市里，我们看到那里卖的生菜 我们的那里卖的那些香菇和干香菇就那里。我买完想要的东西后，我和妈妈就又来了。在这里，我和妈妈正准备为我们煮的开张饭做饭。我帮妈妈煮起起菜，准备洗菜，在等待鸡粉煮熟的时候，我找了冰柠和薯片。今天书本送出后，我和妈妈送学里要转上海的食物。小月，依旧学物。今天的故事再见，谢谢。